9月11日，某时尚杂志全球购物业盛大开幕，整个台湾模特界倾巢出动。林志玲、杨锦华、郑元畅、隋唐、陈思璇、吴雅欣、张钧甯、许慧欣等名模纷纷盛装出席，争奇斗艳。整个活动现场闪光灯一直没有停歇。开始，走粉 5!都能看出有精心打扮过的杨锦华，此次也不例外。当天她以一身皮衣加长裤的中性打扮出现，让摄影的记者忙得不可开交。不过当天外貌抢眼变成其次，因为入围当年金钟奖的锦华自然比其他女星加分太多。哦，对，就很开心啊，然后就很谢谢，就是谢谢三立啊，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公司，然后谢谢方哥，然后谢谢玉三姐，然后还有宝哥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幕后的工作人员，还有跟我们一起努力对戏的所有的演员，所以很开心。有今天下午知道，所以。而当晚压轴的林志玲也在大家的翘首企盼中出现，一向端庄大方的她，在一堆女星中间自然不肯认输。大展俏皮可爱，而林志玲还透露，目前自己正在努力地跟郑元畅学跳街舞。我自己其实很喜欢跳舞，然后就是学跳街舞是一个很有趣的经验，然后也觉得说，哇，运动还有跳舞真的展现所有的活力和生命力。